我的对手是石真真，他以前也得过北京市的武术冠军，但是计划呢就是要不然就 KO 对手，要不然就用地面柔术解决。唐晶练散打的时候，腿法会比较突出一点。哇哇哇！这个双方就开始这个凌厉的攻势啊！刚才看到腿被抱住了，石真真刚才这个拳打的还是不错，后手拳啊。这个唐晶哦也不甘示弱，好，石真真，唐晶把石真真的这个颈部锁住了啊，因为他的个子高一些。对，他应该做这样的地面动作啊。但是这个石真真看他搂的实不实？对。出拳，出拳，石真真。好，这个石真真成功解脱了。现在这个那谁，哎，好，要上气。这个石真真把那谁那个唐晶给夹住了，肯定是要去掰开他的手，哇，掰开了，成功解脱了。好，小心。这个要解脱非常不容易，哦，解脱了。双方还在拼打过程中啊，现在略显一沉闷啊，场上啊是啊，动作这个速度来看，对方消耗的体能很大。唐晶在这场比赛当中呢，防守差一些。刚才这个石真真这个有几个，双方在对拼啊，打得非常激烈啊。先从目前看，这个石真真的这个拳头好像稍微好一些。拳头落在这个唐晶脸上稍微多一些，但是唐晶也不甘示弱呀。唐晶是，小气，比赛接近了，是吧？这一上来，这个失真就停了。好，第二局的比赛到了，比赛结果，红方胜。红方石真真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，我们也把掌声送给唐晶。我叫王冰辉，来自陕西。比赛的时候我的拳腿比较重，所以说算力量型吧。我最擅长的是拳法，因为我喜欢拳，因为拳可以 KO 对手。我的拳也非常重，也非常快。主动可能也会吃亏。对。刚才这个。大家连续用头握这个鞭腿接后手拳，对，连续的出拳，连续的摆拳。刚才这个可能是，发现大家这几个动作做的还是不错啊。对。好的，打对了，连续的打对，这几个摆拳打得非常棒。他应该掌握好距离，对，掌握好距离，退出来再接着做，还是那个右摆拳没有挥到，对，连续的摆拳攻击，太抱着腿了，但是抱着腿好像他没有什么，好，好了，终于做了一个主动倒地啊。做主动倒地，但是还是不占优势。这个王冰辉啊，我们看班一达来跟前面几场，哇，班达来做了一个十字步啊，好，漂亮，班一达来做的地面战术啊，王冰辉先生输了啊。比赛结果，南方胜，南方班一达来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。我是王振宇，来自北京。我最强的方法就是拳法。我的对手是骏马别克，主要是想跟他站立打，不能跟他扑到地面。我的特项是地面的柔术，我希望跟他玩地面。获胜的关键，一个你气势，挨着你站的这个，站着不住，哎，好，进入地面啊。王振先把对方控制住，这种技术在日本很流行，而且日本选手用的也是非常的棒啊。对，还可以，他现在最起码两只手还能使着。看来去，小心。目前是这个王振不妙啊。先控制。身体转过来了。
就这种转法也比他那种趴着强，你知道吗？嗯。好好好，哎，继续往这。对对对。好，你看这种战术，一下点摔又危险了。这种下点摔一定要考虑到自己的进步啊！一近身就是对方就容易用这个。停！好，就把兵哥获胜了。又是一场 KO 的比赛，来有请我们的裁判宣布比赛成绩。比赛结果。红方胜，红方胜，红方军。